功夫小妹，我知道你在偷听，已经看过了对吧？这期特别专访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糊里糊涂的，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你？是这样的，即使是我们之间美好的时光是这样短暂，我也很高兴。但是，因为我的过去让我悲观，就像噩梦。转念一想，一点都不苦啊！我看着像个胆小鬼，从来就不敢往前跨一步，我也没有勇气去面对。不过，也要谢谢你，让我明白。觉得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时候，我终于能往前跨一步，所以等着我的好消息。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一头雾水了吧？谁说我就只说这一点话？我有很多话想要说，不过现在呢，我能够有今天，是因为我有信心，然后做了我热爱的事。你呢？什么时候能找到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？重要的是，要活出自我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。要是哪天你灰心或者是想我了，都可以再看看这个视频。啊，拜拜。请多多关照，我叫杜拉，你可以叫我杜拉哥。你好，帕洛帕里。你是功夫小妹对吧？我记得。这家店真的超级棒，是这附近最好吃的店了，试试看。这么大的人吃不了辣，这么大的人。我小的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丑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些总喜欢自嘲，把自己当成丑角这样，因为这是在贬低自己的价值。我相信你自己一定有自己的价值。好了吗？不，要不要开快车呢？要不要开快车呢？很危险的那种。真是个大好人。谢谢你啊。大哥，大哥你在哪儿啊？现在能当你哥哥就足够了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再见。